林上偶有非损军出现，却并不进攻，也不退去。看来开阳国中也有如此急功近利之人。吩咐下去，待会儿捉几个活的，我有大用。什么活的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你将此信送往天权，务必要送到执明手中。是。 王上密信。皇上，可是瑶光王城出事了，有人夜袭瑶光王城，碰到禁军后便撤退了。那可如何是好？来得刚刚好。王上此话何意？ 此前，我对开阳一无所知，思前想后也不知道他们要什么。但依此信所说，他们是一支小队，碰到禁军后便撤退了，绝不恋战。他们这样，倒更像是在找些什么。属下明白了，我瑶光王城之中有他们想要的东西，这便是他们背后的目的。这开阳野心还真是不小。 明天一早，你便已和他名义入宫，但不要答应他们任何事，拖延时间便是。是。我们和谈的谈资，就快来了。